家好，我是 Anson。我是默默。欢迎来到陌生夫妻的频道。今天又到了陌生夹娃娃的时候，就到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目前人在日本。大家也知道，其实 Anson 每次来到日本呢，都会习惯夹娃娃。那之前夹娃娃的一些影片呢，我会放在旁边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之前有挑战10000块，今天我们要挑战的就是夹到不回家啦。啊，你都不要回家最好。哎，也是哦。不是啊，不行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会选定一个娃娃，然后夹到为止，好不好？就是真的是把它夹到为止，那没夹到不会停的。我们现在是直接上去挑，看夹哪一个吧。Let's go。好的，那我们已经锁定好我们的目标了，就是这个很可爱的鲁夫，就是鲁夫跟向阳号的模型盒玩，我们就选定它作为我们今天的挑战。那我们的目标要先把它往这边移。那好，完了 ，sorry， 失误。接下来呢，我打算呢，先从后面把它拉起来。准备出货了，各位同学。放屁呀！各位，请听这个出货声。并没有。好，没有。请后退。你看这个。并没有，好不好？而且金正哦，金正哦，金正哦。OK， 我们已经夹完了。大声有事吗？你会开心啊！我们今天呢，成功的夹到了，哒哒，鲁夫跟向阳号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啊，而且其实才花1500就夹到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那1500也就差不多500块台币啦，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划算，但是我觉得 OK。刚刚我超怕，就是一直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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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到就是昏天地暗的那种感觉。昏天暗地吧？哦，昏天暗地的感觉。那这一次的日本夹娃娃比较少一点，我们这次比较多的时间在于日本旅行的一些相关资讯，所以记得要锁定我们日本行的所有的资讯哦。OK， 那如果呢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或你也喜欢鲁夫的话，记得给我们一个赞。那记得呢把影片分享给你爱夹娃娃或者是要来日本玩的朋友。那最后在下面留言，你觉得这一支1500块夹不到不回家，算不算划算？如果划算给我+1，如果不划算给我+2。莫这么近，每天晚上7点不一定准时更新，但我们会尽全力日更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啦，拜拜。